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剪个记，我是剪哥，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。昨天我为大家分享了名称小尾巴的合集，这里有数字的、英文的、彩色的这些名称小尾巴，你只要在剪个记微信公众号点击这里的小尾巴，或者在对话框中回复小尾巴就能获取了。这些小尾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腾讯最新发布的 3D 动态黄脸表情包，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在 QQ 好友对话框中点击这个表情，然后再点击下面的这个加号，翻到这个排位排行这里的第二排就是了，我们直接点击下载就能使用了。也许大家会问，这些表情微信能下载吗？其实微信是不能下载的，不过我们也是有办法的。微信的这些表情我也为大家准备好了，你可在剪个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31即可获取。我们获取之后，在浏览器中打开这条链接，然后将这些表情全部分享给微信好友。分享给微信好友之后，我们再将这些表情一个个添加到自定义表情里面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。